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奥特曼，欢迎来到我的放纵生存精华。今天要来玩一个非常有趣的模组，没有错，这就是我们封面已经告诉各位了哈，这就是守塔模组。这个模组呢，对老头来说呢，算是一个很有新鲜感的模组哦，我感觉非常新鲜啊。方舟要怎么做成守塔？我真的觉得方舟跟麦块相比，比较可惜的部分是在于说，方舟它可塑性真的不是很高。哦，麦块之所以会红这么久，原因是因为它很多东西都可以玩。哦，它的可塑性非常的强，但是方舟真的是有限。如今在工作坊看到这个模组，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居然真的有人把防塔给做出来了。然后呢，老头稍微私底下玩了一下，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改进。不过这模组才刚发布没多久，所以说，还会有一些问题啊，像是比如说我可能玩到最后某个地方出了不能继续进行啊什么之类的，没关系，这些都不是重点。总而言之，我们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模组啊，它的原貌到底长什么样子。首先，你这个模组不能装任何的模组，你没有听错，你这个模组你使用了之后。哦，它算是一个地图模组，这个模组你不能拿来装任何模组，你这个地图一进去就是空身空装，重点是不能存档，它没有存档的功能，你重开就是要从这个原始画面进行。然后呢，当你进去了之后，哦，我来给各位看一下，当你进去的时候会变这个样子哦。当你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哇，这边全部都是空地，没有说这些空地就是让你给你放塔，给你放哨塔用的，好不好？这些空地全部都是给你拿来放哨塔的。然后呢，待会敌人会从这个正中央这个门直接冲过来绕这个圆圈，绕一圈之后，他这边应该是说他会有一个算是一个跑行程的动作，就是他冲过来之后，他会绕一个圆环回来之后呢，他会再往这边直冲，他会冲进我们的这个很像传送门的这个塔。那只要冲进来，这个我们这左上角这个黄色的血量就会扣。扣到底你就输了，然后呢，每一个开局呢一进来，他就只有10枚硬币，10枚硬币可以干嘛呢？你们这边呢什么都不能学，你就只有这些，好不好？你就这些，而且这也不是给你拿来学的，这是给你拿来看的，好不好？这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忘记跟各位讲了，这个模组目前只支援单人多人他们还在开发当中，或许以后会有也说不定，多人可能会非常有趣，好不好？然后呢，继续讲我们这边有10枚硬币刚开始，然后呢，你看建筑这部分，电器防爆，你看哇，这边一大堆，一大堆全部都拿防塔用的，好不好？那我们最初就只能使用这个，用10枚硬币去换这个建塔，然后你会看到这边哦，这边会有一个类似俄罗斯轮盘哦，它大概要投10枚之后呢，你会有机会可能加25块啊，乘以2倍的金币啊，你原始的数量乘以2倍，比如说你有60块。你甩到2倍就120，乘以5倍，乘以1倍，然后那个乘以15的话，好像是恐龙的数量，下一回合恐龙的数量乘以15倍吧，我不太清楚。然后你会看到下面这边有一个很像很像长矛不知道什么，反正这只乘15倍下面这个，你会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甩到之后，它会送你一些特殊的守塔道具。守塔建筑还不错，这个也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加10块守塔建筑，差不多这个样子。那当然啦，一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乖乖的做我们的这个建塔，我们只能做建塔而已啊，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建塔，很酷。那怎么把这些敌人叫出来呢？非常的简单，只要在这边按一下一。倒数10秒，敌人就会出现了。然后呢，杀死敌人会获得一定的金币数量。杀死敌人会获得一定的金币数量。然后这些金币数量可以拿去再换取，或者是去赌博。希望后续会开放更多功能啦，不过暂时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每一波的生物会越来越强。像前面刚开始就是羊而已，然后你不能过去，这边卡住了。你看到那边射那个羊，嘟嘟嘟嘟嘟。啊，你看，我现在已经有4枚金币在左边了，有没有？5枚，6枚，拜托多杀一点，10枚，
来嘛，十枚快点。哦，有了有了，我会再做一个了。哦，哇，来不及了，完蛋了。然后到了这个时间点，其实就蛮尴尬的、哦，你就会看到老头呢在那边一直看这些恐龙绕一个圆圈，因为现在没有什么钱，你就只能静静的等着他跑完这个行程。哦，如果你觉得你等不及，其实啊是可以直接叫下一波啦，好不好？你等不及，其实是可以再叫下一波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战力够强的话呢，你要几波都没问题，你就一直连点连点，你要把整波恐龙全部叫出来都可以，好吗？好不好？然后我们这边第一波的羊跑过来了，然后现在第二波又是羊，羊后面配什么？后面配什么、啊？看不太清楚。我觉得他这个应该要做一个望远镜给我们使用哦，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这边到底多了什么，多出了什么新恐龙。哦，新的怪物、啊、哦，那个好像是哎，总头龙出现了，总头龙出现了。哦，然后我们这边呢，其实啊、也可以做一下火哨塔挡一下。哦，弄个火哨塔。哦、我们已经有35块钱了，哎、欸，再继续多做一点。其实我觉得火哨塔效果会比较好、欸，哎，我这么觉得啦。然后把它盖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再叫下一波出来，我们需要钱。好，我们现在有10块钱，我们来赌一下好了，有总比没有好，赌。然后再按，哦，乘以一，所以说还是10块钱。再一次，还是乘以一，再一次。哦，打叉，然后我就变成穷鬼了。哦，我就穷光蛋了，没有钱了。哦。马上破产！哦，开始射 ！Oh my god！Oh my god！ 射爆你们！哎、欸，还射不死、欸！哎，我的天哪、啊！是有没有这么的夸张啊？哎，我觉得还是多做一点好了，以防万一。这样比较快啊，我们才可以快速叫下一波出来。有了有了，开始起色了，各种弹飞。好，好，这是上一波的。好，那后续呢，金钱会越赚越多啦。那这边最高就1300金币可以买这个高级的这个哦 ，magic 什么之类的魔法弹之类的。哦，这500这个我没用过。哦，这个我用过，这还蛮猛的，250这个也蛮好用的，40枚金币这个也蛮不错用的。哦，不然就我们囤一只啊，囤一只出来给你们看好了、啊。要不，哇，三大，就，哦，弹起来了。哦，这边继续射。是有点挡不住啊。哦，没办法，挡住了。还好这一波我们撑住了。哎、欸，撑住，把它射死。啊、哦，有了。哦，太好了。那我们可以做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也是很强的、啊。好不好？没得跟你开玩笑的，好不好？盖在这里，重弩炮，我告诉你，打下去受痛的，打下去大概600多的伤害吧。哦，这么远就开始射了，好不好？迫不及待想要攻击他们了，什么开喷？可是怎么感觉它是集中那一点而已啊？太远不算吗？哦，有了。哦，又可以再赚了。来，再叫一只出来，这样比较快啦。射爆他们！哇！快点射爆他们！好、哦，成功守下来，超爽！我们有195的金币，183刚用掉不少，然后这边有炮台。只是个人觉得这炮台不怎么好用哦，它是一只企鹅。然后我们坐下给你们看好了。它是一只企鹅在架炮台，那伤害我觉得没有像个火箭筒来的高输出啊！好，给你们看，企鹅在驾驶。哦，哇，这个一大群三角龙过境，行不行啊？哦，打多少？还没打到欸，重点，到底有没有打到啊？嘣，超级烂的，没有打到。怎么可以烂成这样子啊？我看看下一波做什么？下一波做这个好了。
这个蜘蛛呢，它是可以让恐龙缓速，哦，让他们有产生缓速的效果，让他们没有办法这么的快速前进哦。这个其实也蛮好用的。啊，你看它上面有一只蜘蛛在吐那个蜘蛛丝，有没有？一直在扑这样子。哦，撑住啊，这一波，拜托，撑住。完了。这边再盖一个，不要让它过啊！哇塞，破土，快点把它插死。哦，完了，来不及了。哎、欸，没有，成功了，我居然挡下来了。啊，这边还有一只小蜘蛛，恶心。那我们赚了多少？68块，我不信，我就是要去赌。我刚才赌要成个两倍之类的、啊，没有，倾家荡产，又是没有，加10太少了吧？哦，乘以5，哇、哦，有赚到。没有，下一波 1.5 倍，我不知道那是金币 1.5 倍还是恐龙数量 1.5 啦，哦，这个我就忘记了，我记得那时候印象中我记得是恐龙数量啦，好不好？好，看他们现在在那边射1809，应该是炮弹的威力，但是我觉得发太慢了。哦，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250的这一颗。好、哦，如果全部都是250就欢乐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来，全部都250就很欢乐了。我把它放在这里。哎，快发！哦，会直接爆炸。哦，他们会有几率被炸飞，我告诉你。哦，非常的欢乐。哎、欸，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是一只猿人在上面架枪哦。哦，这全部都是猿人哦。哈哈哈，好哦，全部都是猿人。我们现在108，我觉得我这边至少要再两三座这个。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制造看石头好了。石头老头还没有制造过啊。然后呢，这三个魔法哨塔我还没有看过。哇！哇！这个情况，火箭筒，快点，250盖一个火箭筒有很难吗？哇，哎、欸，有点撑不住了。盖这里，射，喷飞它，快攻击啊！我怎么感觉他没在射啊？他是不是卡住了？这是在干嘛、啊？我可以把它拆了吗？不行欸，我盖的位置是不是有点卡卡的、啊？让它不能动了。哎、欸，你数量真的挺多的、欸，果然下一波 1.5， 真的就 1.5 了。我们金币多少了？432，433。你再去骰一次好了。哎、欸，没有他们，哇，有一些没有被杀死啊！完了，我这边要做加强防御了，这真的很母汤。来，炮台，来，哇，有点危险啊，这样子，快点，把它解决掉，combo， 后面还一整群，有没有？嘿嘿嘿，啊，还好，我这边有稍微抵挡了一下，不然全部冲过来，我哪受得了？可恶，我没办法存500块了，没关系，撒一下。希望下一波 1.5 钱就赚的比较多。哦，只加20块，没了。再一次，什么东西？哎，我获得了大便哨塔。哦，这个就是那特殊道具啦，会丢大便哦，很好笑哦。来，放2只，哎、欸，只能放一个哦。好，很吵。哈哈哈！便之王。好，霸王龙全部出来了。有点吵。我突然有点后悔把它招出来，怎么办？可以把它关掉吗？有点小后悔。Oh my god！ 任举，他们是还有经验值是不是啊？嗯，还是我看错了？没关系，还不太懂，到面就知道了。哇，全部被炸飞了，看来他们是过不来啦。依照我们现在的火力，基本上是一飞冲天啦、啊！啊，被惨虐了，
我们超强的。我觉得这个游戏之后一定要再制造一个难度限制，你知道吗？对吧？什么高难度啊？啊，不是难度限制啊，难度的模式啊，那么高难度啊，超高难度啊，因为它现在就只有这个难度而已。当你前排哨塔越多的时候，基本上就像我现在这个状况，乐胜。不过呢，我相信啊，之后应该四面八方应该会开放啊，因为看四面都有门，这些门都还没打开。好，我觉得这之后更新就会多的东西，所以说呢，各位敬请期待哈。我们现在600多了，我们可以制造这个陨石。我还蛮好奇这个陨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陨石还是石头啊？哇，石巨人站在这里，哦，丢小石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石头伤害是多少，好不好？石头炮台，然后这猴子好吵哦，我有点后悔了，我不是有点是超级。作者可以把那给弄掉吗？有点吵啊！到底有没有打到啊？多少滴都不知道啊！哎，这也关不掉！我靠，刚刚是怎样？大锅炒哦！才刚生出来而已，哎，才刚生出来而已，哎。然后其他的魔法哨塔，我现在没有金币啊，我等一下来试试看这个好了，这好像什么辐射哨塔之类的，要存1300哦，这有点久哦。那我们等看看吧，我们来等看看辐射哨塔。我想到后面会有 boss 哦，没跟你开玩笑哦，这后面会有 boss 的哦。我记得到后面有大金刚，哦，是一整群，哦，倒数十秒，快点，我们来赌一波，赌，物价。给10块钱，我家没有中。哎呀呀，给20块钱平手，又给2个哦。泰克哨塔的话伤害更烂，没有什么作用。我真心觉得这个很烂的东西，超烂。哇，南方巨兽来了！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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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对，就是这样子。Oh my god！全部冲过来啦！没关系，我们前面挡得住的，相信自己。这些长毛象啊，奋勇向前，为了部落的全部都往前冲啊！弹飞起来，飞起来了，一去，一哭又哭哟！我还是没看到石头的伤害、欸，哇！全部都开心的飞了起来 ，so happy！ 来。哎呦，我们1300了，做一下辐射哨塔，来看一下，我这个有点大，放这里，长这样子，一颗绿色的光球，我们看一下它怎么攻击的、喔。照理来讲，它应该会先攻，因为很靠近。哎、欸，怎么这次没有啊？哇，大金刚来了，大金刚来了，嘣，嘣，嘣，哦，哦。哦哦，直接消失啊！哦，炸一下5400是不是啊 ？Oh my god， 超晃，我是要宕机了。那这一波结束了，那也太烂了吧？下一波，太 easy 了，有没有更高难度一点的、啊？啊，怎么又是大便啊？我不要大便，吵死人了！又怎么又是泰克啊？哇，泰克又给一多是怎样？快点，给我多一点钱！哇，我扣了好多钱都没赚，加25块没中，来了什么？啊，来了那个泰克那个什么泰克机器人！哦，一堆泰克机器人冲过来了。哦，为什么这边会有那沙沙声？我电脑爆了吗？太恐怖了！哦，好吵哦！等一下，我们存个1300，用一下火哨塔看看，应该也是一个火焰光球之类的吧 ？Oh my god！ 全爆！有，可以。
基本上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增添什么守塔设备了，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强了。对啊，他们根本冲不过去啊，他们连半圈都没到呢。对，这些家伙连半圈都没到呢，你看开玩笑，连半圈都没有中，都没到。我们多少钱了？啊，还不够啊，差一点点，稍微甩一下看看。物价没中，10块钱，20块钱，50块钱，1.5，好啦，1.5比较刺激啊，来1.5，来1.5，快点！哇，开工开工！等下是石巨人吗？我的石巨人远远就被炮火猛烈攻击。那石巨人跟你讲啊，也无一幸免了，好不好？你走路太慢了。应该是多数都被蜘蛛丝给绑住吧？对啊，不然他们不可能走那么慢啊！你看他那个石巨人本身就自带减伤，有没有？我现在对他造成的伤害其实全部都被略减了，大概被略减了70%左右。你看那个箭塔本来射6几滴嘛，射在他身上9滴9滴的。哦，这个有硬到，这个有硬到。我们可以了，火烧塔，火烧塔。来试试看我们的火哨塔，这样我都看不到了，放这里好了。这样行不行？哇！喂喂，你炸到前面了啦！那个哨塔炸到前，我不是这样吧？尴尬了，那个哨塔可以把它拆掉吗？它挡住我了，完了拆不掉了，只能让它一直炸在前面的那个哨塔。快把它解决掉，把它解决掉。好，这一波应该结束了。好硬哦，这个超硬的。好，一去一去。啊，只留下一大堆那个毛根箭矢。好，不带走一片云彩。好，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最后一个闪电，闪电只要一千块就好了。很少，1000块而已。另外两个1300，不知道为什么。对啊，感觉好像伤害都差不多啊，为什么那个只要1000？南方巨兽龙来了，然后金刚配南方巨兽龙，攻击啊，干什么？哇！直接秒掉啊！直接秒掉啊！有点可怜欸。有点可怜啊，我说真的，我们是不是要被突破了？我觉得我们要被突破了、欸。哈哈哈！哇，还好我们有蜘蛛帮我们顶住啊，蜘蛛丝真的超好用的。撑着啊！完蛋了，完蛋了，情况不太妙，真的不太妙。加一个闪电塔，闪电塔放这里好了。进一下900啊，难怪只有1000而已，就进一下900而已啊。哦，好晃啊，太晃啦！啊，我做一个这个好了，太晃啦。开！哦，结束了，还有一只，要被围裹了。现在才来，太慢了吧？轰！瞬间消失，有没有？哦，可怜啊，瞬间消失。啊，结束了，我赢了，已经没了，有没有？这游戏就这样子结束了。剩下的钱你可以继续赌。但是呢，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哦，下一波恐龙不会来了，他就一直不断的重复倒数，就是没恐龙了。这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模组的进度哦。啊、哦，说实在的，也就这样子啦。
那如果呢，一样你喜欢这个系列呢，记得按个订阅哈，那记得左下角按个喜欢啊，那记得啊，这个 NoNo Life 也记得追随。如果你喜欢呢，这个工作坊这个模组呢，老头会把这个连结贴在这个影片下方。如果你们有需要，自己去下载，好不好？那么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啦，啊，我们下一次如果再遇到有趣的模组，我们再见面啦，拜拜。